一个什么团很有名吗？什么团？是 Eleven 全新推出的酱汁鲑鱼染绿饭团吗？咪咪答错了。那不然你说是什么啊？自己说。好，我要说了，要听好哦。我要说的是，台湾是不是现在都在里面不上团？大家好，我是福寿团的服务林心怡。掌声。小高一很帅，你看你学弟超帅。我的学弟，我看看，哦，学弟哦是很帅啦，但是再帅哪有我们外国来的交换学生帅啊？哦，真的很挑哎。其实我觉得都不错啦。小姐，你可以克制一下吗？你这样饭花痴很像狗哎。说到狗，你有被狗追过吗？啊，被狗追过，我有啊。你知道我之前去狗，那你当时我之前去狗狗山的时候啊，你知道被狗追的时候，狗狗咬在哪里？够了，好吗？没有人想要听 ，OK？ 谁说没有人想听？学妹，你想不想听？想。哦，好，当然没有人想听，是不是？来，你讲，都给你讲，来。好哦。那你要讲吗？哦，就是我们上次福寿不是会有去净滩吗？那就去踏浪，冰冰凉凉的，超好玩的耶！你继续，继续啊！重点是什么？我们净滩结束之后，不是还有去逛草悟道吗？那边有好多好玩的东西耶！草悟道我没有去过哎，那里有什么啊？那里有茶汤会、原石、青玉。可停，怎么都是饮料店啊？要饮料的话，我们每节社课都有啊。嗯，也是耶，可是那边还有很多好吃的东西耶。吃吃吃，你就只会吃，你是低哦。我没有只会吃，好不好？我很饿哎。啊，好哦，哎，那我们9月30号要不要一起去吃午餐？9月30号要干嘛？9月30号，哦，对，9月30号干嘛？我想想，啊，我知道了啦，是跟钟明的一起募发票，可是之后还要跟大明一起去进山，还有7校的联合迎新，9校的联合寒舍，好多。韩讯的总招很正哎，总招，我记得不是那个袈裟团长吗？对对对，就是他，超正的哎，又正又 carry， 哦，我都快被掰弯了啦。同学，你浮夸系毕业的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哦，我怎么知道？